路人等。皆得解脱罗刹之难。啊，罗刹之难。罗刹了。啊，咱来看哈，咱来看这部经安尼。咱那普通时啊咧上经吼，咱拢安尼上对不对吼？啊，就安尼上安尼上啊。啊，合掌恭敬啊，有情万意，无情万意，有情干涉，无情干涉啊，不管啊，啊就开始上啊。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、砗磲玛瑙、三种琥珀、珍珠等宝啊，等上过，上过，吼，上过有当时啊，像风吹过安尼凉凉安尼过，啊，无代志啊，无袂使哦。安尼无效，真正无效。安尼毋是观音法门，你无入心嘛？入心是安那？哦，我知影。就是甲咱讲安那，讲咱若有困难的时阵，万不能咱若有一工坐船去海里，吼、哦，还有风吹去遐搭，吹去较一个无好的所在，啊，罗刹鬼国，罗刹鬼国就拢会吃人的嘛，会欺负人的嘛。罗刹就是脾气较歹的。你不惹我，我不惹你；你若惹我，我不饶你。啊，哎，啊就变啦，啊就危险嘛。啊呐，爱家己呐呐，家己念观世音菩萨。我问你，你当时要出海？你当时会坐船？啊，你坐船敢袂去飘到罗刹鬼国？啊，你变啦？啊，这其实经吼，拢在甲咱教。爱是比喻啊，啊，像华经做个比喻啊，啊，很比喻。爱比喻啥呢？其实就是咱即马爱做个代志。因为吼、哦，你讲若有百千万亿众生啊，若有众生啊，为求金银琉璃、砗磲、砗磲、玛瑙、珍珠、玛瑙、三无琥珀、珍珠等宝，还讲啊，我无要去求宝啊，所以这对我无效。唔是哦。所有的佛教徒，这是在讲佛教徒，因为你不是佛教徒，你不读普门品啊，你晓得无？啊，伊讲不管是什么人，都有百千万亿众生，啊，恁家对这样拢是上敬仰的是啦，啊，假设伊在讲你听，假设你若真正要求宝，佛教徒求的宝是什么？功德、法、财，真正的宝就是什么？不会失去啊，所以三宝，佛法僧三宝，啊，它会增长。你的利益，而且它不会失去。一般世间的财，世间财哈、哦，五家共有，下面时阵要卖去，唔知呀。你这一秒还有，下一秒就没有了。啊，生的时候有，死的时候就没有了。有迄种一直对你，你边啊对调调，你甲拔拔袂哩 ，QQ 袂来，迄种叫业啦。啊，业就善业，善业啊，佛法内面有功德法财。就是啊，你的善良的品德、戒定慧啊，你的观念、你的精进啊，你的忍耐啊，你的布施啊，这种佛教徒求的是这，世间人求的是那，用世间人上界贵重的物件来形容、来比喻佛教徒要求的物件。咱的金银琉璃、珍珠玛瑙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是安尼。对啊，咱求的是这好。每一个人来佛教拢有伊的目的。你绝对袂讲啊，佛教做歹啊，但是我都无聊来佛教，啊袂。你无聊，你嘛袂来佛教，对啦。你有你想要得到的物件，你想得到平安，你想没有烦恼，你想解脱，你想要往生，你想要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有你要求的东西，相等于你要求取七宝。哎，那个东西对你觉得很需要、很重要，你才会去求嘛。那无你哪要去求？你何里你嘛无爱？真正呀，一张钞票，还佮一张纸等你涂骹，
钞票你一定要去捡，你走过无捡，你会眼叫。迄纸佮揢予你，你嘛揢个蛋疼角，是毋是？佮背在你头前，你嘛爱捡，伊无爱。迄个是安那？迄个是价值性无同款。好，安尼个看啊。若有众生欲求其宝，入于大海，大海，大海是有风险的。哎，诸佛，我们现在都在大海里面，在佛法的大海里面，因为佛法大海里面很多宝，所以咱顶下讲入宝山不可以空手而为。咱佛教里面哦，要积极功德哦，不是很困难，因为跟你讲正确的方法。等下先讲，你有正确的方法，有足多技能，你赚钱不是介困难，不是介困难。啊，我就是安尼啊，你入佛法大海。就是讲，咱家大家拢是安尼哦，这不是咧讲别人，就是咧讲你哦。若有众生，就是我，哦，咱呐，啊，欲求其宝啊，想要得到一些功德啦，那拢是咧求功德，功德就是作用啦、利益啦，好的作用、好的利益，入于大海，就到佛门来啦，是安尼。好，啊，到佛门来，有这个情况哦。咱我们是有理想、有目标的。可是现实有时候不合乎理想，就是讲咱大家拢安尼啊。我伫佛教界看足济，在家出家拢同款，拢是安那嘞。迄个心吼，拢想讲哦，佛教足清凉诶，佛教足解脱诶，佛教大家人拢足好诶。但是打几摆吼，拢足客气啊，打几摆拢足客气，你亲来拢足客气啊。哦，安尼遐济来甲你穿，拢足客气，顾了吼，你就起烦恼。啊！要求迄，要求迄，讲迄也唔对，迄也唔对哦。啊，讲到佛教，大家拢自卑，结果大家拢安尼，有够无自卑的，啊，拢够无量的。咱主要讲讲啥有诶无诶，啊，是非有够侪，吼、哦，啊，愈修愈烦恼，无修搁清凉，修了搁较烦恼，啊，啊，要走也毋是，走人也讲，唔走也讲，发心也讲，唔发心也讲，啊，起烦恼啊！真正哦，打几摆拢安那欢喜心哦。顾了吼，你若无对峙吼，因为你会想嘛，就讲哇佛教足好个，你因为你有憧憬嘛，足好足好。啊，一个礼拜哦，因为大家拢烦恼，唔是讲你烦，大家拢烦恼众生啊。有的境界，有当时要表现唔对，讲话唔对，啊，你若执着，你就烦恼啊。啊，所以就安那呢？假使黑风吹起船帆，你莫想讲哦，我去海里坐一台船，啊，要去采珍珠，唔是安尼。我来佛教里面，要求取功德，有利益。但是黑风是啥？啊，黑风就是业风啦、啊，业风乌乌叫做无名风啦、啊，你就无起无名啊。等下这个改念，等下那个改念，你安那？你起烦恼，起烦恼就是叫黑风啦、啊。吹起船帆上，因为你来佛教是有目标的啊。较早船哦，风往倒一边，啊，伊调整那帆哦，伊就知要往倒一个方向。啊，你打来佛教的时候哦，你是知影的。哦，我来佛教，我就是咩啦？修善，要做好人啊！我要向佛陀学习，我要行菩萨道啊！我要解脱，我要离苦得乐哦！啊，无我想无啊！我五千佛宝，我嘛要未来要啊布施，以后可以富贵啊，持戒啊，然后以后可以庄严啊啊！买回来供佛看下，敢会生较庄严呗？哦，啊、你嘛是目标的啊，是不是？啊你。这个目标吼、哦，去要乱去啊！你听，吹起船帆，你本地吼、哦、是安尼一台船哦，啊，照迄个方向安尼驶，安尼驶，安尼驶，一阵风驾来吼、哦，你煞唔知要驶去倒位啦。你煞伫佛教啊，我即卖到底是要来啊，唔来？是要发心啊，唔发心？是要做啊，唔做？哎，你就安尼哦，是安那？啊，业风在驾啊，本地我都做甲足欢喜，本地譬如来讲啊，做厨房啊，厨房上好气烦恼，黑风上济。啊！就做，吼、哦，足发心的哦，老干，厝里的囝无通去食，无要紧，你听无？翁无通去食，无要紧，来遮煮个大酱，遮好发心发家呢，发家唔来去得病去，结果吼、哦，啊，但做甲老干，嫌甲老卵，开始啊，黑风吹起船帆啦，吼、哦，我阿哥袂愿做啊，无爱做啊啦，啊，你敢搞，你来做，你敢出一支嘴也要讲，开始哦。开始，你本地是要求取功德，开始做业务，有无？迄是咧讲咱，迄毋是咧讲你要去大海摕珍珠玛瑙，毋是？你伫咧佛教内面哦发心，
伫个佛教内面发心吼，开始心乱去啊，唔是发原底的心嘛，原底发的是慈悲心嘛、好心嘛，但是业风改起来了，迄个好心未去啊，你无看，有无？无去啊，去烦恼心啊，唔知要塞去倒啊，有诶更加无明的就讲，我阿该无爱信佛啊，我要来基督教，人我温暖的，哦，我要赞叹的，赶快赶快啦，缺起床房啊。阿那飘堕罗刹鬼国，啊！你对，你我骂我骂你啊！无你搞搞你来住，我看你拢也无咧创啥，你就干那他妈指挥尔尔。你敢知我做啊偌辛苦？啊！你一直开始问啊，我若无咧住，你敢不可能我咧做工过？安那开始，人开始骂啊！你听，你念我，我念你，谁都不服谁。哎，啊！一定人开始骂啊！啊！罗刹鬼国是安那？罗刹鬼国不是别人，就是你啦！你就是罗刹。啊！一群人在那骂来骂去，一群人在起烦恼，叫做罗刹鬼国啊！这国内面啊，你同国的吗？是安尼啊？哎呀，保罗刹不是别人啊，罗刹就是你啊！哎，啊，咱唔知啊，其实是甲咱讲，咱咧学佛吼，你读经你啊，读了入心啊，你若知影时，你就知影观音法门安那修。啊，这个时阵的娘娘，你来看，其中若有乃至一人，都一群人在那。你嫌我，我嫌我哩。你骂我，我骂你。啊，你看我，你看我无无，我看你普普。啊，你讲我唔对，我讲你唔对。啊，一群人伫遐，伫遐挤来挤去，挤来挤去。啊，而且罗刹鬼国啊，其中若有乃至一人。啊，这个人唔是讲出了念观世音菩萨，拢唔是哦。啊，这个人讲我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大拢听有无？什么叫做称念观世音菩萨？啊，伊就是这个人吼、哦，有观音菩萨的善巧方便智慧啦。爱心柔软，哦，哪像讲你是红眉啦，你就啊，你就观音菩萨是哪，看到都有苦，人甲我讲啦，什么叫做观音法门？啊，观音法门是跟他看到众生的可苦啦，啊，这人起烦恼，伊咧得慧啊，伊咧苦，你袂讲哦，够乱够乱，赶紧离较开远，哦，啊，明哲保身，哦，啊是讲赶紧用个慧吼来甲伊个慧压个花。啊，紧改改移除，改去起边啊，甲砍起来啊，唔是拢唔是安尼啊。观音菩萨是安尼，这人起嗔恨心吼，啊，你得慈悲心较多啊，你就开始罗软语啦啊，讲啊是啦，安那去调节嘛，啊是讲你的心吼，袂因为你开始转过来啊，转过来，你袂和人计较，啊，你知影这个人是因为起烦恼，知影这个人起烦恼，你卖对起烦恼。啊！你家讲一寡道理、法水啊，讲安那安那，其实是安怎，你有善巧方便，这人的心会软下来，伊就是调节啊。啊，你过得好以后，啊，其中若有乃至一人啊，称观音菩萨名者，四诸人等皆得解脱。啊，大家每个面来面去啊，每个面来面去，迄个心就讲啊，其实啊对啦，我嘛唔对啦，人拢是安尼啦。你若讲我唔对，我嘛讲你唔对啊。你若讲啊，其实是我唔对，啊，其实我嘛唔对啦，啊，就安尼啊。人就安尼啊，其实佛教做侪拢安尼啊。啊，其实要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我较唔好啦，我就较袂晓做。啊，无啦，你嘛是做好做啦，啊，就是有当时啊，你资料上面方向搞唔对，啊，你个看有无？记得解脱罗刹鬼国之难啊，就安尼啊。啊，这经也要读，你经也袂晓读吼。你要常常想讲，你大海啦，你得想讲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简单啊，就是我若有困难的时阵，赶紧念观世音菩萨就对啊啦。我跟你讲，唔是安尼。唔是安尼，啊，做者经拢难讲做者道理哦，但是咱袂晓读。啊，其实就是咧讲咱的现况会安那，咱会拄到啥物，咱会拄到啥物问题，啥物问题爱安那解决，其实是安尼。你讲哎，啥物问题拢找观世音菩萨就对啊，拢念观世音菩萨就对啊，唔对，唔对，好。所以哦，念经哦，爱念了会入心呐。啊，念佛呢，同款哦，啊。你若袂晓念吼，你若袂晓念，你就心唔定吼。啊，你就拢重伫迄落迄迄形式上爱念爱念吼。我讲，你问阿念吼，问阿怀疑讲，啊，你到底是要往心边？你唔知影，你唔知爱念安怎？啊，你唔知爱念安怎？所以你赶快，足济经拢是安尼哦，唔是干那普门品安尼哦，地藏经嘛是哦。啊，
阿弥陀经也是哦。